台南赢了，报道收了。哇老，你做什么脸哦？我们差一点就已经有的。真是你阿妈被击败。哎呀 ，sorry 咯，电话用久了一定 lag 的嘛。你们以为我不想吃鸡咩？我劝你还是换手机啦，不能了你。咪，怎么？咪啊，你在做么？没有啊，就跟大姨他们吃鸡啊。又玩 game。你这个 MCO 出来玩 game， 你还会做什么？哎呀，才玩那一场，又要吵整个 MCO， 你也不是出来吵架，会做什么？你有多余的时间玩 game， 又不见你找我。我刚才打给你了，可是你又刚好打来。锤，你再锤远一点去。哎呀，讲又不行，很难跟你沟通啊。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想下我们到底适不适合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的？有，我刚在想要怎样回答你嘛。你讲到这样，不如我们 MCO Go 再慢慢聊啦。 OK， 还要等？我们已经这样久没有见面了，每次一 video call 就吵架。你觉得我们可以维持到解封过后吗？而且解封都不懂是及时的事情。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认真想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？现在要讲了，不是应该过见到面聊比较好吗？我只是不想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如果真的不适合就分手。讲真的，我真的觉得很累啊。我觉得 MCO 这段期间老天就是要我们各自分开，好好想一想。你觉得？皮亚，我还没有分，我只是……我真的不想失去你。下次再聊 OK， 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，你不要哭了，你不要伤心，不要。OK。皮，我很担心你耶。没有事啊，我只是有点吓到你讲那些话吧，我没有事，皮。Sorry 啊，皮，我只是太想念你罢了。我也是很想念你。傻逼，没有啦，跟你学的嘛，逼。OK 啦，我有点累了，我去睡了。OK 啦，晚安啦，逼，我们下次再聊啦，你不要想这样的 OK。Sorry 啦。OK 啦，我没有事啊，我要睡觉了，晚安，逼。拜拜。拜拜。现在是4月29号凌晨2点半，我还怎么呢？我就通过 Zoom 呢跟我们的老张在这边拍地勤的影片。不要给人家看到剧本哦。
剧本还好啦。剧本。啊？这个剧本。这个剧本是很临时send过来的。啊，老张，你们不是要看他脸面，他也是不要露脸。我们这个。记得哦，照片要马赛克的。我们这个 MCO 的期间哦，还可以拍片，就是用通过 Zoom 这样咯，网上拍咯。没办法，这样公司要倒了。公司要倒了啊！还有啊，这个影片过后，导演我好像要出一个新的单曲啊，是讲 MCO 的一个大家的愿望的一首歌啊，蛮洗脑一下。我又要出新歌了，大家你们一定要支持我的新歌啊！就这样。对对对，